太开心了，收到了卫士达自由派烹饪礼盒，还有一张挑战卡。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三杯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找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姜和料酒可以帮忙去腥。先是三杯鸡中的第一杯香油，倒入腌制好的汁中煎至两面焦黄，然后就可以倒第二杯米酒了。重头戏来了，第三杯，一次榨取三倍鲜香的卫士达味极鲜。等待汤汁沸腾，加入20克白糖，给美味加点想象力，来点彩椒和洋葱。鲜美嫩滑的三杯鸡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